陈家乐染咗一头金灰发色，同泳儿齐齐出席慈善活动，齐齐义卖奖券为患病嘅小朋友筹款。提到连枝眼啱啱过咗35岁生日，家乐当然又为太太庆祝啦。我同佢去咗澳门嘅，咁点解今次去澳门呢？就系因为我之前同佢喺香港一间食鱼蛋粉都几出名嘅地方食粉面啦。咁但係佢唔知點解入到去就唔嗌魚蛋粉，走去嗌咗個豬扒包。咁佢就話個豬扒包好好食，我就覺得好匪夷所思，即係人哋明明係出名食魚蛋粉，佢專登嗌，佢就嗌咗個豬扒包，仲要話好好食喎。咁但係豬扒包真係唔好食。咁我就同佢講話，你真係未食過真正好食嘅豬扒包。咁佢就帶佢去咗澳門食啲好食嘅豬扒包。你就同阿老婆講啦，再要三年抱養，你兩個咪都唔攰啊？努力緊，努力緊，努力緊。系 OK 嘅，我唔攰。但老婆有冇担心你强壮？但老婆冇担心你嘅肝咧，之前康复嗰啲跟住情况点样啦？而家未食完药，系啦，咁我开始偷步就做紧啲轻量嘅运动啦，系啦，因为未正式食完晒成个疗程啦，咁但系就我感覺到自己好轉緊嘅，咁所以就偷步做咗少少運動咯，開始。Sugar 即將到內地登台，不過佢最近喺網上嘅言論就引起咗小風波。家樂就話太太公司同事已經即時處理事件。咁其實呢件事都係佢同事去負責啦，咁佢公司亦都已經作出咗一啲嘅安排嘅，咁所以我就唔評論佢公司嘅嘢啦，因為大家唔同公司唔太方便。咁至於佢嘅心情就，我覺得係仍然是非常專注在他的唱歌那裡的，他現在很努力，每天都練歌，我覺得努力到是可以有些位置不要唱得太多的，在我面前，因為我跟他實見著他去練習去唱歌，我希望可以保留住聽他唱歌那種新鮮感，我想接下來在他的 show 的時候可以即真的在他的 show 先聽，那就在家就盡量不要聽太多。預告咗會出席嘅撐場咁樣咯。有啲場次我會嘅，係啊係啊，咁所以我希望可以保留一啲新鮮感，唔好俾我知道曬成個歌單先。但會唔會話都上埋台一齊合唱撐埋睇下咁樣？哇！你練定歌啱喎，你話？就應該唔會嘅，係服務會影響佢個 show 啦，係啊。家樂同 Sugar 就糖之豆咁，唔知泳兒又會唔會冇時間拍拖咧？事關佢最近都忙於四出登台啊！留香港時間咪少咗好多啊！譬如諗緊時間啲錢，其實都有嘅，因為我今年嘅願望就係希望可以飛多啲嘅，即係我之前年頭有去過新加坡啦，跟住嚟緊10月都會去美國，咁所以希望可以飛多啲唔同嘅地方，尤其是可以留低去旅行，咁啊更加好啦。咁所以呢排就有少少攰啦，因為琴晚都夜翻啦，但係我覺得可以將自己音樂帶俾不同的歌迷很難得的事情，尤其是我的新歌，即之前都疫情啦，冇得飛啊，所以只是香港的歌迷可以聽到 live 嘛，之後就可以將呢啲歌帶俾其他歌迷，所以覺得好開心。